久啊，我怎么没看到？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的。他又把脸上自己抓的，对，小傻瓜。好香啊，妈妈的晚饭来了。来，嘟嘟，哦，什么嘟嘟？哈哈哈哈 Nathan， 我们来。怎么了？反应一下，哎，现在这个表情好，他在笑啊，是比恬静的表情，是不是？回去以后慢慢吃。叮当叮当叮当噔，噔噔噔噔。他在看我，他在看我。又打哈欠，哎呦呦呦，哎呦呦，这是个大哈欠。电话没有，照相机不用管。那是又打一个啦，今天那个外婆声音了是吧？又打一个。那声，所以他不吐吗？他自己全都打掉了。他自己打嗝，他不需要别人喷的。是吧？我喷的还喷不出来。哎呦呦呦，干什么？把自己吓了一跳。我总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冷？不冷不冷了。他不开心，他肯定会表现出来。